選舉倒數十一日，正啊！我哋就係要話俾政府聽，就算我哋挨打都好，我哋都會企喺度俾佢打，而唔係跪喺度。上庭要坐監嗰陣咧，我都係叫大家支持周庭。本來我都諗住唞下，因為兩個月後又上庭，又有機會入翻去坐監。其實係揾條命搏嘅，一次選舉短五年命，然後每兩年選一次，好似係。我放監出嚟之後，我係仲瞓得少過坐監嗰陣，瞓得個四五個鐘。依家係夜晚一點幾。簡單嚟講咧，由六個禮拜之前保釋出嚟咧，到依家我係冇唞過。三月三號唔係話支持邊一個候選人咁簡單，香港眾志的議席不在，但我們的人心仍然在，拿回羅冠聰贏了的議席回來給我們香港人，即是你不投 DQ 就對了。怎樣叫香港人投票？搞到這樣都不投，投吧。3月3號星期六7:30愛丁堡廣場，我們會同強權周旋到底。黑夜點燈，香港人心不死。跳舞冇波，哎呀哎呀。